刚刚我讲那个关键字那句超有感，有没有啊？我们这位哇哦，台经院的院长哈，张建一同学，他说呢，他最近去买米，就发现米价上涨了，对不对哦？哎，他好歹还会去买米，有些官员假币你再逼给他去买米，发现哦，米价上涨，但他立刻做出一个结论，叫做呢，这是物价上涨，不是通膨。你去看他今天网络，哇，嗨翻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太好造句了 ，PTT 造一大堆句子啊。今天我们就用这个呢来造句，下午3点公布在我们的辣晚报官方脸书粉丝页上，网友噼里啪啦一大堆啊，哈，你看到是什么不是什么？小入是误打不是打错了哈，好 ，Vincent 是协助。训练了，不是美军驻台了。还有胡田是拿了不该拿的钱哈，不是贪污，错，他说是拿了该拿的钱，对不对？民进党可能比你还比我都还要再进步一点。好，林静安是分租了，不是同居了。哎，不管怎么造句，一定会有什么王八千啊、分租同居冒出来哈，这题超热。来，董哥造个句子。我比较爱国啊，我们国民是中华民国，不是台湾。啊，是中华民国，不是台湾啊！哈，不要搞错啊！来，大千，好，这真的好好造，随便造都可以造好几个。对啊，是亲美不是甜美，是盟友不是奴才啊，是丁守中说公投乱大选，不是民进党自己害怕公投。我已经造了三个了。好，来淑慧，淑慧可以造8个吧。这个是之前很流行的哈，是超前离开，不是造逃。对，大家记得陈伯伟，我没有造逃，是比较早离开那个现场而已。对对哈，这也是经典，其实太多太多经典哈，这个大概我们造2个小时都造不完，所以拜托大家哈，继续哈，我们接龙来造句。那么稍后7点半呢，辫子妹就会带着她的皇冠颁奖给今天的金句王。好，是物价上涨，不是通膨。好，线上有爸爸妈妈，你们觉得现在有没有通膨？我告诉你，不止台湾，美国现在通膨也超严重哦。大家用自己的切身经验告诉我们这位台经院的院长张建一，哎，不知道他的结论怎么做出来的，你可以去看一下他的论述，你同不同意呢？我们共同来接龙造句。好。